吴绮莉真黑仔被炒鱿又受伤，被人炒鱿啫，唔使举中指系嘛？讲笑咋，系俾车门夹包中指啊！十指痛归心，冇得主持节目一圈圈，签咗半年嘅合约，突然中指已经唔开心噶啦。前日出席完活动，同大姐明佢哋去食 lunch， 点知大姐明闩车门嗰阵，唔小心夹住佢只中指，仲夹到见骨啊！大姐明好紧张啊，即刻送佢医院检查，好在冇骨折，缝咗四针就出得院啦。